多呢。我说你再续到2025年了，我室友就这么说。我说2025年了，哎，我说你都更年期了，我说你干啥？完后来直接他给我拉黑了，我赶紧拉黑吧，不太烦了，就坏的。然后直接就给拉黑了，你知道吧？你包那饺子是吗？不包就坏了。行。去到就烦人，我这人干啥都有主见，就是我从来就是不会像人家是哈，就是你觉得什么好，然后你觉得怎么样，你自己亲自去了解。我反正就你做啥事儿都是，你知道吧？我这人是这样，就别人跟我说什么东西哈，那你自己想你还不那么还看呗，或者是你自己去打听呗，你知道吧？我从小反正我这人我就有主见。我这人，你像我就包括自己妈说我，谁说我啥哈？你对我听，你不对我压根儿我就不听啊。这两天吃饺子，吃蒸饺吃的。应该老长时间没吃了哈。今天吃了3顿，这天不好，咱们面走就乖。一下子吃的，不行吃了，还有点淡啊，宝贝儿们。在这包饺子，哎呀，老吃也不行，老吃一样东西也不行啊。那我们就得换样。嗯，真是，搁他妈东北吗？大农村背来的酸菜不给他包。你们过两天那个啥的时候哈，没菜完把那啥那里面那鱼给炖了。你妈来的。嗯，我婆婆今天拿的鱼，纯大江鱼。你们看看啊，在这弄的饺子。嗯，过意思了。嗯，能比那点吧，其实我现在能比再长能稍微强点的啊，没有那么太散了哈，还得紧受点。嗯，还得紧受，那么再紧受点就好了。我这人还得几年以后吧，几年以后就彻底的就那啥了，该送的时候你得送，就像个妈似的，该紧就该紧，你知道吧？也得告诉我姑娘孩子了，一天啥事儿都是了。我帮你包啊，不用。还有馅，快点去。有多少呢？来，我那个坐着不累吗？你看我坐的，你们看一下我现在坐的，还不躺，怎么坐？躺一会儿。不像，你说，哎，就是人家怀孕了嘛？你说人家怀孕了，快生了啊，头两天还在这盘个腿，还在这坐着。要不说你体格的可是，我这体格也行啊，还麻溜，一点都不笨。嗯，你说，哎，有的时候我也纳闷，我说人家怀孕有能累吗？就有的那啥，有的你起来早的，能是真的不？谁知道嘞？咱呢？都感觉好像我怀孕的时候我都跳水。嗯，我也不管。我感觉是不是有的就是不能动或干什么的？有的还得。咱有的是不是还是得是稍微带点那个懒一点，不太像的那种，是吧？就不爱。我没有感觉，好像特别懒。得少。我就晚上睡觉的时候真遭罪，晚上睡觉的时候上厕所什么太难受了，睡不好觉，然后一趟趟起来上，太闹心了，上那个时候。你看过我现在就怕晚上，白天是真好过，一到晚上是真难过呀。晚上睡觉翻来覆去，就晚上睡觉最难受。啥时候生啊？我还有两天就生了啊，还有两天，25号，3天，今天21号，明天上医院了，就等生了，肚子也挺大，嗯，变大孙子了。你没看我那啥吗？你没看我那个，我昨天拍那视频，你看那肚子，大圆点一躺，那肚子也咱也不小，这把粘的吧，这把，然后说躺。不小怀孕就后期咱们怀孕的时候哈、啊、就啥时候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最难受，就是你白天啥事都没有，晚上的时候你那脑袋大脑本来就是那个啥，你还犯困的时候，那你这么躺着时候就这么睡觉老累了。我现在晚上睡觉就这样式睡觉。
老累，而且你刚睡着，你就尿尿就来了，你就开始尿尿去了，就上洗手间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上洗手间我都不好意思，你们在那个里面睡觉，俺妈在大厅，你说我一趟没有事儿，俺们听不见。妈，我憋的我还受不了，我还怕这把人吵醒了，我怕这叫醒。你要这么可坏了，俺们在这待你憋坏。到预产期了，自己生。我不是预产，我不是自己生，我是那啥，我是剖腹，试管一次成的，试管一次成。腹围多少啊？我现在我也没量啊，腹围反正就是这么大，知道吧？腹围就是这么大，也没量。那你看咱昨天上医院去检查，那个有个那个女的，她说她那啥，她不说她那个胎盘吗？她说我这胎盘现在怎么那个啥了呢？是3级4级了呀？后来那个她说我现在没到那个周数啊，然后人家那个谁那个主任就说的，你已经胎盘老化了。他说你现在得赶紧的是那个选那个住院吧，就意思就得生了。胎盘是老化，当然了，胎盘3级以上4级4级已经不供营养了，就必须抛了。嗯，就是你不管多少周，如果你达到3级4级，你就必须生。那有的到我这时候数，人家还1级呢，还有的那啥呢，我现在2级多，你有的到大的时候你就不行了，因为不吸收营养了，你那胎盘他的孩子他没有他那个什么憋死了在里面，嗯，没有那氧气输送了，已经怎么的。都不行了，我现在他连都停不了了，真停不了。我估计就是，应该是停不了了。那人家都那么说，而且人家是从圣经转过来的那个大主任，老厉害了，人家一看就能看着了。他还没看我 B 超单着呢，看我就说我上一周的单子，他看还上一周的，他说你停不了，11天停不了。我真的累，还有一个月呢，走道压肚子，小肚子疼，睡觉去洗手间太闹心了，是不是啊？就是老上洗手间太闹心了，晚上睡觉不行，睡觉我现在晚上睡觉老遭罪了，肚子又痒又难受，然后睡觉就上厕所，然后还翻，你这肚子完这么翻也不行，完那么翻也不行，完咱家还困，哎呀妈，完再翻，你不像白天你要翻行，你躺着，因为咱白天也不困，现在就晚上真的。我每次去医院给量一次血压，腹围那个功高，俺们那俺们不量，俺们就是测血压，那免费的，剩的都不量。我今天检查也是2级，是吧？孩子小一周，嗯。我这次去检查的时候，医生要那个问我了，他说的上次开没开 B 超，我说没开，说没开就不用做了。你知道吗？那你还知道你2级，我现在都不知道，但是我不知道也没有用了，我不知道，我也就还有几天就生了，前两天没啥事儿，你要4级你都得紧急抛了，3级、3级半、4级都得紧急，说抛马上抛，他们得结合好多东西呢。哎呀，这一天呢，哎，有没有给你们点干饭？哎呀，不吃了，就吃菜椒，吃点鸡油。这两天不愿意吃饭了，紧张，别紧张。这两天来的时候吃的饭也吃挺多了，饭也吃了，菜也吃了，饺子也吃了，没有啥，又没有啥那什么的。前两天馋大饺子，我婆婆这两天在家整饺子，连吃两天的，天天的，一顿干七八个，一顿七八个，我连吃两天。我们收费的感觉也是多余，不用太老测。我觉得我每次测的哈，我觉得2周测一回就行。每次去了1周测一回，完我还双胎每周去测1周测一回，测一回就是那个300来块钱，然后再加别的，再检查点别的抽血就400-500。完了每周去400-500，那产检干掉10000，见10000多。10000多冒头，你昨天花多少钱？可昨天没花，就昨天去了还行，没花钱。你说这个主任他省钱，这主任挺省钱。之前那个去一会儿就花钱，去一会儿花钱，他哪次他都拉不下花钱。每次都是，我感觉就2次花一会儿钱就行。你老是周周去测，你说你测他永远那些东西，毛病还永远是那些，他压根儿都没有毛病，你就不用老那啥，你知道吧？真那个挺。我是后期天天你去一会儿测一会儿，而且7天测一会儿，7天测一会儿，7天就扔好几百，7天扔好几百，
然后其实去的话7天你就撤一个含金垫布就行，他每一次都要给我带上那啥，带上超声，你要知道我的超声那直接就干双倍，那不就超声贵吗？然后每次看完单子啥事儿都没有，没事儿，完没事儿你完再给你开一个，下头去再开一个，那么要我得紧张，好多人家人陪伴是吧。嗯，你们一个孩子还行，但是我这两个虽然俩，你要毛病多你天天撤行老撤，我毛病也不多老撤也那啥，7个多月都累不行了，7个多月加油啊，7个多月熬吧，正在加油熬吧，7、3七活八不活，你说生下来七个月的孩子生来活不了，8个月的七活八不是7个月能活来，8个月活不来，七活八不活吗？这是老人说的，七活八不活，7个月生来孩子能活，8个月生来，但是你就现在再技术，你说这玩意儿准不准嘛？现在我感觉哈，也是高小娘就8个月他也能活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能住保温箱。对呀、啊，现在保温箱啥的。老年人再找你们那一辈儿是啥？他没有那些东西，嗯，就七活八活讲究那些东西。现在不行，科学的。现在7个月都累，那骗人的。现在再找的人生孩子可不，有的时候这命都丢了。你现在你有医院，反正、再找那生孩子真是。双胎6个多月了，太难了。哎呀，难呐！你等生完了就好了，孩子6个多月就好了，好说了就。赶紧吧，生完了好好去整整，头发剪一剪，整个小色儿。哎呀妈，弄过一下子，这家都造完了都。1年了，这脸上都没拿，就今年过年回家化个妆嘛。嗯，妆都不化了，妆都不化了，头发一年哎，宝贝们，我一年没剪头发，我们人说剪头发怕那个把儿子给剪成什么，剪成姑娘了，我都没敢剪，一直不敢剪。什么玩意儿？你吃的多吗？我吃的不多，我就这段时间吃的多，这段时间。我也没体验过孕中期的快乐，一直都累。孕中期快乐，快乐啥呀？整个孕期，人说的再找人，孕中期年轻人为了吃点好吃的馋哈，然后盼着怀孕那个，天天大走猪肘子，天天啥的，那下东西少啊，他就好吃都可的一个人吃。你现在怀孕吃啥呀？没啥吃的，你知道吧？给你吃你都不愿意吃。现在怎么睡？我现在就这么睡。就这么睡觉，我天天就这么睡这么完了，这么睡，就这么睡觉，咋睡呀？我就剩这几天了，这么睡完事儿了。那个谁，小平妹，你去整俩大肘子，老公给你买俩大肘子。你说怀孕了，奖励两大肘子。再找人怀孕都是买大肘子，买大猪蹄的，趁怀孕了一顿猛吃。NT 值是多少？NT 好像是。1点几不二点，是0点几，好像0点几吧。哎呀，那么孕早期孕吐4个来月，你跟小平你俩一样，你俩都是孕4个来月还孕吐呢，这样就遭罪了。遭罪，他孕吐4个月，他后面还不知道呢。是，有的一直吐到肾，最遭罪的最厉害，糟心。咱行，咱没那啥。哎呀，你这是还带的福。嗯，这点毛病。我这是带的福，左侧睡右侧睡。我基本上现在吧，我也想左侧睡，但是我实际上我正常睡觉右侧睡习惯了，就是这么睡觉，这么睡觉睡习惯了。他不这么睡觉，要那么睡觉不得劲儿。但是实际上左侧睡觉好，但我那睡觉不得劲儿，你知道吧？我基本上都是那个右侧睡觉。就左侧换一会儿，但是最后睡着的时候还是以右侧为主的，就我耻骨不疼，我现在耻骨不疼，我现在就走走道宫颈疼，走走就宫颈受不了，我估计也要生了，就是就滋儿一下那样疼，滋儿一下那样的，就滋儿个半分钟，咱住院挂水一边挂一边吐。
都快完事儿了，折腾死了。哎呀妈呀，这怀孕挂个水闹挺死人的，那孕吐够难的了。你们怀孕真是遭罪哈，遭些罪的。那悠悠，你不是之前不是怀过一个吗？那你之前那个也是吗？那回的孕吐多长时间呢？美女你好，我更喜欢我们俩结婚什么？嗯，你好，没有，我更喜欢我们结婚多少年了。